各位护法信徒，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请先坐下来，大家请坐。今天2月6号啊，是我们提早啊几个星期啊来啊礼拜啊见识祈福法会啊，也就是88佛弘明宝忏啊。对于这一部忏法呢，其实从除夕啊，除夕啊前一天啊是1月份啊，最后一个星期天也是礼拜88佛弘明宝忏，除夕夜呢是礼拜88佛大忏悔文，然后在星期二礼千佛法会之后这个星期天呢，就今天哦，再礼拜88佛弘明宝忏啊。各位有没有觉得更加熟悉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这部忏法我们见识也要礼拜？一般的超见佛事，这个度亡佛事，这个、功德回向佛事也要礼拜，包含除夕、延伸普佛都要礼拜。到底88佛，是有什么殊胜处吗？各位呀、啊，如果刚刚你诵经的时候很认真的哦，除了礼拜佛号之外，你看到那个忏悔文，那个忏文里面啊。从前面的53佛到后面的35佛啊，分两段啊，加起来就是88佛啊。如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过去无量诸佛都是借由啊礼拜、称念、赞叹啊、88佛，然后可以就是就提早啊成佛的，成就佛道的。包含呢、啊，我们无量众生呢、啊，礼拜53佛哦，就是前半段哦，就讲到哦，真的可以讲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光这一句话，各位就要注意了，生生世世哦，不会堕入恶道，以礼拜诸佛的这个威德啊、他的弘明啊、然后不堕恶道啊、那重点还有就是能够。直遇诸佛、就是凡是、你出现在哪一个世界，那里你都可以遇到有佛、有法、有三宝的地方。这两点呢、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这部忏法它很短、它不像、我们在孝道月农历七月拜两方宝忏，或者说、我们在4月份清明法会我们要拜慈悲三昧水忏。梁皇宝忏10卷，三昧水忏3卷、没有那么大部头，没有那么长、可是他一样那么受到重视、就是他除了说、就是、生生世世如果你还没有解脱证悟之前、还在不晓得此世界他世界在哪里轮回、不管怎么样轮回你不会堕入恶道啊。这恶道就包含三恶道哦，地狱、恶鬼、畜生啊，我们可以讲三恶道除名啊。那这个就是这部忏法，它第一受重视，不堕入三恶道，然后我们所出现的地方都会直遇三宝，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各位，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没有就在这个轮回路上。当然我们这一生、是出生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有表达能力、有判断能力，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出生做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佛法，我们依照社会的价值观，只是一般、这种约定俗成、大家都这样子说，都这样子做，我就跟着这样说，这样做，这样子难免啊、真的、会做错说错、他的标准不标准、那价值观、也、不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只是随波逐流而已、那么现在呢我们能够礼拜88佛弘明宝忏，三恶道除名，加以可以不管在哪里，这真是最好的保证啊，最好的保障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得遇三宝
啊，这个是跟礼拜这部忏法哦有关。那当然啊，再加上后面三十五佛哦，所以再讲到说啊，在这个轮回路上，难免哈会有一些贪嗔痴啊，或者是说更严重的哈造下忤逆重罪，甚至于毁谤大乘经典，那个谤方等啊，那就是毁谤大乘经典啊，像这些哈。即便我们有好，我不到三恶道去啊，我作为一个人，我可以得遇三宝啊，这都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如果做人又做错事，老是在那里累积贪嗔痴，再加上你看到大乘经典，这是行菩萨道教导我们啊，要怎么样行菩萨道，直至成佛的，是大乘经典。如果我们还在那里分别，在那里毁谤，如果这样也是枉费为人呐、啊。哦，像这些哦，就是借由礼拜三十五佛就后半段啊、哦，那么对于这一方面帮我们忏悔清净啊、哦，所以这部忏法虽然短啊、哦，但是那个忏文之中啊句句都是精华。哦、都是修行、都是重点、这个是今天呢、稍微讲一下、就是八十八佛这部忏法，我们在这个一月底、到除夕到这二月初、连续、那除夕拜的、差别、跟这个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就八十八佛大忏悔文跟这个弘明宝忏差别，只是在药王菩萨咒要上菩萨咒就是八十八佛大忏悔文没有这两个咒语，其他八十八佛的名号、忏悔的教导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希望各位要很有信心。这样的信心其实是在加强，帮我们更加巩固确信啊，就是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福德因缘，礼拜八十八佛啊，那么真的所愿必定能够成就啊。我们当然啊，这是为见识而发起的法会啊，所以在这里礼拜，所以当然第一啊，首先哈、都是祈求佛菩萨。还有护法龙天能够加持护佑我们渥太华佛光山建设啊，一切都能顺利啊。到了今年呢、到2022年1月啊，那经过总本山的指导，中委员会啊也一概表决通过啊，那么就可以加速这个建设的这个进行啊。当然现在啊顺利的啊，就是可以建是顺利的。筹款是逐步的，这个是急不来哦。那当然，我很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佛教寺院的建设，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有这个因缘。我们一生之中啊，像各位哈、你能够遇到说啊，我可以知道哪里建设，而且我有这样的力量，我可以去护持建设，那是您的福报。对于我们不只是你们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各位看佛光山差不多也是1250人聚啊这1000多位出家人每一个都能有因缘去参与寺院的建筑这些装修这些工程吗不一定可以讲一半以上是没有的。因为佛光山的这个中峰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可以说有的终身投入经典词典书籍这些编辑工作，包含人间福报普门杂志，包含人间卫视所有美术图典，这都是文化工作那教育工作佛光山教育是最多最多的啦不是说只有办大学叫教育，办佛学院叫教育。佛光山有300个寺院，就有300所学校的意思当然基本上就是办教育然后再加上这个慈善，这个慈善救济
这种关怀其实是本分事啊。寺院应该讲学佛的人都是慈悲的，都是不忍心见别人苦啊。如果说不知道就不知道，一旦知道，哎，有什么可以做，可以帮，有什么我们还能够给予的哦，就是这个大家要去培养这样的心，这种真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从平常时啊小小的布施，小小的结缘，就啊这个你喜欢，那我给你啊你这样很辛苦，有什么我可以帮你，我还有什么。即便是今天师父到96岁的高龄师父其实就大师啊，他其实眼睛是不能看，耳朵大概还有几个音频几位书记或者像慧师父他们特别助理等等几个人的声音，师父好像隐约还可以接受到一点点，其他是听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包含当然轮椅代步师父真的是这一生都太操劳了那即便是现在师父都说实在是不要我们太伤心，所以他还是继续给我们看着即便是这样，师父都还是想，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吗？96岁高龄的一位大菩萨，还是想着我还能为你做什么，还想着我能为众生做什么。所以这个给予行善布施给予这个继续练习去培养这一部分呢，跟菩萨性格很有关系心柔软你就会感受到别人的苦，你是可以同理心可以理解的因为修行在进步，心在柔软，在慈悲，你更加可以理解得到所以常常去帮助别人这个是有关这个以慈善福利社会那当然我们在西方国家更加就是参与社区当地的一些慈善组织互相合作这个都是必须的那另外就是以共修你看我们寺院单位在带动共修，但这个共修不是说只有诵经叫做共修法会你比如说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大家一起在修持、在学习菩萨道，一样叫做共修开会、筹备、参与，一样都是义工那总是的就是说在有因有缘呢，各位护法信徒有因有缘参与建设的功德那我们法师出家众有因有缘能够得遇遇到有可以参与建设的这样子的工作都觉得是不晓得要修了几辈子有这样子的因缘，好因好缘总是呢大家一起护持那我说在这个建设进度上，每一次的这个建设祈福法会要跟大家讲，因为上个星期才讲过就是目前的进度其实因为临时佛堂原则上是完成，只差一个kitchen trailer， 就一个外挂式的厨房，因为冬天施工不容易所以还不能够完全启用但是作为存放空间，今年倒是帮很大的忙大概天气暖和那边应该就完成了那以后如果疫情消退这是比较可以让大家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公告那个时候简单用个餐，至少我们有一个外挂式的厨房，否则这个铁皮屋其实大家看觉得很完善的嘛镜头里头看是很完善周边其实是不够用的就这么一个同一个空间要做种种的这种用途是不足以应付的好，那么当然我说在进入今年一开始在总本山这个工程监院净土的执行长慧智法师指导下，就我们新道场已经在进一步按照预算，按照目前的这个每平方尺它有一个参考的价位，到底我们可以规划画图画到多大，目前正在进行
其实我已经跟几位法师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啊竹溪啊已经进行过一次啊，再按照所有的因缘条件再把它整合一次啊，调整。我说这个架构规划好，那再下来我们要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打破这个框架。框架就是最基本的需求。现在呢常常呢就是保持这个脑子里头啊这个怎么讲，这个思考的空间啊要去把它打开来啊，让它成为一个不是只有传统佛教徒喜欢的寺院。它必须是本地社区的人，必须是未来啊有因有缘，因为看到因为来到这个道场，然后有因有缘得度的人，是为未来的人也要设计进去的啊。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真的是悠游法界啊，房子传统上看到是这么建，现在要把它跳开来啊，我觉得是佛菩萨会加持的啊。告诉各位一件我这个是大概上个月啊做个梦啊，我很少做梦啊，梦见啊大师在告诉我什么，教我，还在教我，就像以前这样啊，到哪里要规划，要建设，要去这个装修佛殿的时候如果在台北，师父都会叫上我上车一起，我就在旁边听啊，熏习啊，梦中也仿佛是这样的情境。然后呢就是带我进到一个殿堂然后再就要我说你说这个怎么设计然后我好像很认真的说了但那个大殿里头供奉是文殊菩萨，智慧象征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七佛之师啊这智慧啊波瑞啊那这佛桌上供奉的是文殊菩萨，然后佛桌呢我就说这个外面怎么设计，佛桌怎么设计，师父呢就告诉我就说佛桌，告诉你佛桌怎么样，师父就画了一个图我在醒，就这个图就这么一个景象然后醒过来了。醒过来我自己在想，这个梦好特别啊，既有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然后有师父亲自指导是在讲建设，在讲设计我看那个佛桌，自己醒来想一想其实大师写了一个字简体字的开两个横然后两片直的木所以这样看过去就是一个开字我想师父来给我加持，要开智慧了所以梦醒就觉得这个今年这个进度更加往前推，加上呢这个梦给予很大的加持开智慧当然在我想开智慧加持之外就是未来这个寺院他是要讲说佛法，办教育要传扬佛法智慧的一个道场他是要广开大门，普门大开能够接引大众的一个道场所以对于我们的见识更加坚信我们还会继续再向前走但是我就要一直提醒自己，设计好的在脑子里其实规划基本规划好但还不能送回本山指导，因为我觉得很多功课应该我们当地的人要先用功一下不是说我规划好了送回去本山再请专家帮我们再 upgrade 我想我们的需求我们在当地最清楚的所以规划好，然后这两个星期的功夫就是把它打破超越跳出这个框架就是不被这个隔间墙一道一道好像就有就好了，能用就好了勉强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样是对不起大家的发心也对不起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的因缘所以现阶段正式这个打破
这个基本架构的时候，所以每一次打破一个地方就其实是很开心。有人会说，哎呀，你很辛苦啊，你这样不是常常都一个头两个大吗？其实不是，悠游法界哪里会痛苦呢？在打开的过程中自己有很多惊喜，这样不是更好吗？以前曾经很希望可以如何，我们也可以啊。虽然这个地很大但是碍于这个经费的预算的关系它又不能建那么大。在不能那么大的情况下里面要怎么样跳出限制所以其实是很欢喜的。所以目前呢进入到这样的阶段。在下一次呢三月份的建设祈福法会呢应该会比较具体的一些构思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报告那今天呢有关建设讲话到这里我刚刚上殿前呢知印法师要我记得提大家一句说我们渥太华这个过年的时候送给大家福袋这个大家看了很高兴都觉得满满的祝福满满的加持很有幸福感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因为在货柜上还没到那现在已经有消息了我们的跟人家并柜的货柜已经到达温哥华的港口了那想来应该再过现在还不知道运输如何因为这个运输的大卡车都跑到渥太华在那里绕着在那里表达意见所以不晓得如何但总之已经到了港口就比较可期待那所以知印法师要我跟大家讲请各位跟各个分会或者在群里头登记因为有一份要补送给大家的就是道普法师他所画这个沙弥月历他说其实福袋里头就少了这一样那现在已经这个将要抵达所以各位可以先登记就是像有些人他有注印有的人注印你说我注印几份我就拿几份也可以你说我注印十份那我拿两份也可以你就把它写上去你说我没有注印但是我很想要都可以的因为其他人注印就是要跟你结缘的嘛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订了1000份的沙弥月历所以你也可以帮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叫做什么呀同事这些都可以跟他们帮他们去登记我们很高兴可以结缘送完为止啦那就这个以优先的登记的优先顺序来说请大家登记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我们下个今天6号嘛这个星期六就是2号跟13号星期天我们是到多伦多佛光山共同参与共佛斋天法会所以呢请各位呢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连结会从星期六开始星期六是晚上7点半有共佛斋天法会2支香7点半是洒净然后请圣然后到第二天就是星期天就下个星期天了那我们早上还要先进行献供那因为没有开放就没有义工信徒代表回来就我们法师代表我们代表大家虔诚奉供来献供那么所以到法会的部分再做直播那个是13号早上除了前一天晚上有星期六有星期天是从10点半开始的星期六7点半星期天10点半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当然还有我们国际佛光会帮我们全球的所有会员来举行的禅净共修线上线灯祈福法会呢今年呢是在台湾时间3月5号跟6号那有做人间卫视的这个直播是3月5号但因为我们这边美东地区刚好是半夜3点半到6点那
我据我所知还是有人起床来参与的哦，但是你没有参与到，应该他之后在 YouTube 上应该还可以看得到哦。那总是呢，这其中有一个发起委员啊，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参加。详细的话，我也还会在早安佛光再提大家一下哦。那共佛在天，如果您要报名啊，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供养三宝。哦，还有供养诸天，如果你还要报名的话呢，最好就这一两天呢，不然他们文书的这些好多哦，要处理作业，怕来不及哦，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东岸三个道场啊，所有的这个都合并到多伦多举行的哦，资料会比较多啊，那总是希望大家你可以你说我都没有参加那什么三宝席或者是供诸天啊，都一样可以参加。这个也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方便，大家上线就可以参加了啊。我几句广东话重点讲一下。今日系我哋二月份嘅建子祈福法会，我啱啱就少少讲咗吓，而家进度咧，其实好似上个星期日咧都一月份嘅建子祈福法会同大家讲咁样。临时佛堂都是完成的，争少少有个有个厨房啊。咁另外呢就是总本身已经是通过我哋是可以起，不过呢就个面积唔系咁大啊。所以个图呢，其实我上个星期呢已经同设计师都倾好啊，基本嘅结构设计所有设备都是画图画好。咁呢两个星期呢我哋就讲咗啦，呢两个星期唔开会啦，我哋做乜嘢呢，就是要打破原本好谂好嘅基本嘅架构啊，因为我哋要 upgrade 啊，我哋唔净系为咗我哋自己要听法要拜佛啊，而系要向住社区大众，佢哋嚟都会觉得好自在，好想喺呢度学啲嘢、听啲嘢，包括埋食啲嘢哦。咁所以嗰个框架呢会再打破一次。啊，唔係話打爛乜嘢啦，嗬。不過係打破自己原本嘅思考。師父同我哋講啊，今年啊，俾我哋嘅大會嘅主題啊，叫做智慧與重生嚇。所以我哋要用智慧去重生咯。咁另外就同大家提醒咗話，有關下個星期就嚟嘅星期喎，星期六咧，2月12日啊。夜晚的7:30在我们的举办的共佛斋天法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我们参加另外就星期日，下个星期日13日就是早上10:30都有直播的可以参与法会的部分。如果你要参加做斋主去供三宝或者供诸天呢，最好都是我想他们等都是等一两日之后呢，经验手不足呢，有时候因为处理都不切，所以我们都要提早一点。另外又提醒大家就是沙弥月历智人法师要我同大家讲话，你可以同各个分会或者喺大群组里边你去登记。如果你话我乜分会都冇吓，唔紧要，你打电话嚟道场呢度你话你要登记你希望有几份我哋都好乐意同大家结缘嘅最后又讲到3月5日和6日咧，喺总本身就帮我哋国际佛公会嘅会员咧举办咗禅净共修。在线上的，在网络上的献灯祈福法会，它有一个功德是叫做发起会员，如果你参加呢，它一名先，我不记得多少钱，35蚊，定好像是35蚊啩，定是多少啊，这个我不确定，你们再confirm 下，我会在早安佛光跟大家讲，我只是觉得呢，可以串联到将我们的名字供奉在个总本山的大雄宝殿里面，我只是想到这样都非常鼓励大家了。好了，其他我们就下一次再讲，我们准备用斋，我们准备用斋，请先站起来。请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阿弥陀佛。